I thought that my Peking Opera behind-the-scenes journey was really memorable. I met Xi Tian Da Sheng and Bang Yangzi and got to know the outstanding Peking Opera performers and their team in various roles, such as Shen Dan, Jin Chou, and observed the special and busy backstage. But unexpectedly, as I got familiar, there were new surprises.卖水，哇，当时觉得特别特别棒，你能不能教我一点？好啊，好蛋的，来，我们到镜子这边来，那我教你卖水当中最经典的唱段，裱花怎么样？好，我们先把扇子打开，然后别步，对，哎，对，这样，轻点地，对，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对。 什么花香？脸上纸，对，这边脸。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对，口点的胭脂，对，就是擦的口红。口点的胭脂是什么花儿红？ 演的就是特别花旦的感觉，特别活泼开朗那样。那平时生活中也觉得跟角色差不多吗？你看青衣永远都是性格也是比较有内涵的，比较端庄的。花旦呢演的几乎都是13、14到最高也不超18这样，就是未出阁的少女或者是小姑娘。 就是邻家女孩，或者是相府的丫鬟，一般都会见着像什么小生啊，这种年轻俊美的呀，会产生爱情。您这是骗的，钟情啊！那您当时刚开始学的这个卖水的时候，什么感觉？ 其实这出戏呢是一个比较吃功的戏，也是我们花旦必学的一个，就是。 一出折子戏，这出戏呢，就是他把首演身法步、唱念做打都融合在一起，而且从上台念大段京白之后，然后从那个南梆子啊什么，最后到什么流水啊这些，裱花啊，都是就是一气儿贯穿，都是没有断的。Hello，哎呀，美一。 Hello。 我们好像在梅大的后台见过。对，我看过你们的排练。怎么样？我新收的约旦花旦。刚教完卖水，然后我说他那个阿拉伯语，然后就咔，我说应该教他那个戏缝，咔，他打字打得特别好。哦，对，他们那边语言可能会用到。那今天学了一些动作，但是觉得让他更完整一点。我希望像你们在台上那么美，能不能也扮相跟你们？可以呀，可以尝试一下，让体会一下。就对。 You can always trust the beauty and style of Peking Opera.